无声的呐喊正在唤醒静静。展望天地的伟大巨人，侧步徐徐前行。未知的世界来临，此刻正是崭新的肇始。可以看见吧，点亮知识之光的东国100多年，这蕴含着永恒的哲学。东国大学不会停留在过去的辉煌，而是用雄心和热情开拓着全新的未来。用真理之光和智慧之火，构筑100多年传统的东国大学，今日乘革新之光和成功之风，创韩国大学的全球化竞争力。是人所未试过的挑战，想人所未想过的战略。为了成为令人向往的大学，令人向往的东国人，东国大学为变化之机准备万全。学生、教师、社会和学校之间实现双向沟通，创造最佳教育环境的大学中的首个 CS 经营系统。通过优秀的课堂教学提高教育质量，国内首次实施课堂教学评价结果公开制度。通过自由竞争推动大学发展的国内首个单科大学自律责任经营系统。灵活调整每年各学科新生招生名额的定期招生名额管理系统。即时评价业务处理结果的综合成果评价系统。大韩民国最优秀的大学，东国大学以领先的核心力量，创造最大化的协同效应。一名优秀的人才，可以引领数千人的未来。东国大学致力于培养优秀人才的原因就在这里。灵活应对社会的变化，通过以特计划为中心的大学教育，培养引领未来的专门人才的本科专业的调整。大学与企业共同开展的合作事业，为东国人提供了坚实后盾，推动大学发展的优秀合作伙伴产学合作，培养拥有卓越的领导力和丰富感性的优秀人才。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东国108名领导者培养计划，世界需要的人才，走向世界中心的人们，他们就是东国人。朝着顶峰勇往直前，东国大学深深懂得大学发挥社会作用的重要性，让更多优秀的人才走向更广阔的世界。从首尔的中心，绿色的南山，向世界延伸的东国之光，面积扩大到现在的2倍，36万多平的优信息化校园，照亮东国新世纪的灿烂之光正在开始。以尖端综合医学为中心的生命工学群促，以首尔中五路影视中心为基础的东北亚最先进的数码目录枢纽，世界化的桥头堡东国大学洛杉矶校园，现在以东国为名的梦想校园正在扩张，通向另一个世纪的开始，
将以东国的名字开展。照亮黑暗的光明，韩国历史的巨幕，东国大学，在伟大的100多年历史基础上，开始新的挑战。开拓道路的人们，创造时代的人们，新的100年之光，年轻的东国，开创新世纪的东国复兴正在开始，照亮世界的力量，唤醒世界的笑名。东国大学。